所以你的最后一招就是换了身衣服，再换个发型。你好像有些失望，看来你对我们原先的约会抱有期待。哎，不逗你了，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云鹤，跟你的小白哥很是相配。千差万别。你知道云鹤最擅长的是什么吗？你是说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喜欢你坏表情，耳畔轻牵你那声音，那些粉色的旋律俘获了我的心。喜欢你坏表情，明亮眼眸含笑意，你那些单纯的爱意。第一次飞翔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有时候会陷入到好多困境当中，犹如深陷迷宫。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，你就会发现那些困住你的根本不值一提。可是人不能每天都待在空中，我们总归是要回到地上的。不论在天上还是地上，你本该是自由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一只自由的小白鸽。什么都不要去想，记住这一刻，享受这一刻。圣剑给你。你的任务不就是帮段慕白寻找圣剑吗？现在圣剑是你的了，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给你，但我绝对不会勉强你做任何选择。如果你到现在对我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会遵守诺言，再也不纠缠你了。